宣传还要干体力活，瓜子儿、花生、扒鸡。小心啊，来。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可能比较紧张吧，时间长没来了嘛。所谓初生牛犊不怕虎，年轻时候来的时候就一般，感觉还行。现在一个人，多少有点紧张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跟我们同事这边打个招呼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这是同事还是啥？真的都是我们同事。有点害怕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来来来，跟我们优酷的同事打个招呼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李弘毅啊。来，先跟我们优酷的我们的同事们打个招呼。这个优酷的各位前辈们啊，哥哥姐姐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演员李弘毅。谢谢。李弘毅帅不帅？帅。哎，这为什么感觉同事们搞得跟会员会似的？这个今天主场还是武林武侠戏，我这个大家应该同事都知道吧，对吧？我在武林武侠戏里面饰演大冤种白月，然后在少年歌行里饰演萧瑟，大家应该都看了吧？武林武侠戏中我饰演的是一个怎么说，一个爱情冤种啊，是这么一个人设，就是说，反正我觉得我们现实中肯定没有这种案例嘛，对吧？就是一直为别人的前男友操心啊，然后还尽心尽力的去救他回来，然后看着你救回来的这个前男友跟你喜欢的人谈恋爱啊，是这么一个情况。但是这个在不剧透的情况之下，可以跟这个直播的观众朋友们说一声，这个剧后面还是有一定的反转的。有一些比较虐心的地方，有一些比较甜蜜的地方，所以说大家敬请期待。少年歌行就不用说了吧，都收官了都啊。这个少年歌行收官，我还是人生有个小遗憾啊，就是说蹦极没蹦成，是吧？因为当时立的 flag 说的是收官之前350万弹幕量蹦极，结果收官那天346.5万啊，差的。免费的播，这个话，这个制片人也是这么跟我说的，啊，我觉得各位同事对吧？这几个戏能播，也是大家加班，加时加点的。哎呀，这就什么？什么质量？你给我 logo 掉地上了，这赔得起吗？啊，对吧？我是刚才简单了解一下，就是各位同事们辛苦，然后这两个戏呢才能在春节档不停的接档，不停的播出。听说有的同事连家都没回去，是吧？除了本地人，就所以说也是辛苦各位，谢谢各位的这个付出，能让我们这个剧组，的这个心血能够在春节档不停的上映，然后取得这么好的成绩啊，谢谢各位。然后，要不就使点劲儿，行不行？我跟你们不客气，对吧？我第二次来了啊！再来一遍！哎，对，值着播呢，对不对？不光现场这些人，还有人呢，是不是？给点面子啊！来，再来一次，谢谢各位！哎，你看，太难带了。大家也看到了，现在我们弘毅已经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礼物嘛。在剧里面，弘毅饰演的是风华谷谷主。神医白月想找你治病的话，要闯关才可以，对吧？我们要为难一下，就是必须你闯关成功三关，我们才能让你有这个权利去把这个礼物送给大家。那为什么我送礼啊？我闯关？就是要为难你，怎么了？啊，因为我来了你们地盘。当然了。OK， 我接受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闯关的任务了啊，叫武林大问答，第一题。叶希的本体是什么？人参。啊？要不
哈。不准确。他的人参是什么品种的？展开说说。这不知道了。西洋参啊，不是。叶烯的本体是个漆皮叶，啊，是属于人参中的贵族。好，白月给失忆的叶烯起的名字是王铁栓。啊，我是看明白了，这边气氛组，这边是那个知识问答组。啊。然后白月跟叶烯都做过的同一件事情是什么？呼吸。好的，那我第一关的问题问完了。恭喜你顺利通过了。哎呀妈，就这样啊。你拿吧。哎，只能问五个问题。还只能问五个问题？对，你最起码得给我个大致的方向啊，你别整 UFO 我怎么问啊。方向，这是人是物啊？人。是不是叶烯？是。是四个字，少年歌行，什么东西？我的人物设定，啊，不，你刚说我是刚说过了，我是什么？爱情冤种。恭喜你，两个字过，不止，下一个。我这第二关其实就已经成功了。啊，就这样。嘎嘎轻松。好的好的，因为前两关嘎嘎轻松咱就嘎嘎过了，所以我们接下来来到最后一关的终极大挑战。猜对了就是闯关成功了，礼物就可以给我们的同事们送了。我谢谢你。压力大吗？还行还行，还可以。我知道女主为什么总被人追击，因为她总是发动人身攻击。啊，谐音梗啊，人身，人身攻击啊，好冷啊！还有什么东西？谁蹲下？我蹲下？不是，你这一个个拿手机的，整像批斗会似的，我蹲下，是吗？还有什么？咱就是说，能不能给白月一把铲子，方便埋老婆？破折号，白月埋葬夜袭。小点声，知道是串通好的。因为你老公放水放到了太平洋，破折号，叶烯闯关，白月暗中放水。多少个字了？多少个字了？我不当我没数啊，大哥。这怎么这是有时长限制什么这个？这个什么白月，你把你老婆的姐妹都吃了，破折号，白月喝药。一大池子的人参汤不要浪费了，破折号，叶烯洗澡。真是网民，真是不知道害臊啊！弹幕已经读完了，公布一下，我们其实隐藏的任务是在这个里面需要笑三次，笑三次，微笑三次就能通关。然后呢？刚刚你全程在笑，答案非常的，不是咱们的挑战非常的成功。哦，哎，吓我一跳，我寻思啥呢？我们现在三关已经挑战成功了，大家给红衣一个鼓励。来，这个气氛组，哎，知识问答组待着吧。好，然后我们带我们红衣给大家送出礼物之前，我们优酷的同事们也准备了礼物送给你。来来来。哎呀妈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赠李红衣最佳老模，武林有娇妻，少年歌行。这什么意思？来，我们那个还有这里面还有其他礼物。然后这个是给红英老师准备的萝卜。然后知道那个红英老师是那个东北人嘛，所以除了萝卜之外，还有蘸酱，就我们东北人都喜欢吃这种。你也是东北的？对，我也是东北的。你家东北萝卜蘸酱啊？啊？你是东北哪儿的？啊，行。那这个，请问这个白米醋是啥意思呢？这个吗？啊，够了。可以可以。什么东西？这个用途你可以自己回去再发展一下。
酸辣萝卜也可以自己腌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边吃饺子，你蘸陈醋，你蘸白醋吗？可以在那个谢谢，就一下那个酱料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最佳劳模，好吧。说一下获得这个最佳劳模的感想。不敢想，这个是不是你出的题呀、啊？辣椒醋萝卜酱，是不是会不会是个谐音梗？还是我想多了？想多了，想多了。嗯。想知道导演到底怎么说服李宏毅拍这么大尺度戏的？我好好奇这个。我六角戏是吧？他说的是不是那个光膀子那个？主要是没办法，没法忤逆他，硬扒他，我有什么办法？拍之前跟我说说没事儿，不会你露的太多的，结果就给我扒了。当时很害羞吗？当时很生气。有特意之前稍微练一练吗？不，没有。就拍完之后立马又把衣服穿起来。对，一说咔立刻穿衣服。嗯。踩着豆腐跳舞的，这是尺度最大的一场戏吗？也还好吧。露了个膀子嘛，什么？哪儿？哪里？哎呀，我天哪，这是总部啊！这么多台，这么多台机子在这儿呢。我不怕，你不怕呀？所以之后拍其他戏的时候还会继续露吗？哎，尽量不了吧，岁数大了。啊！粉丝们都想知道。理不过三条这个名称是怎么得来的？哎，这个就还有的说了。这个理不过三条，我不知道在座各位啊，我要跟大家说，你们以后有项目找我。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哥们儿有一个外号叫做理不过三条。什么叫理不过三条？就是说只要是拍我，不可能超过三条，知道吧？好的，那我们试一下吧。来，第一个表演挑战。还有表演挑战呢？你也没说呀。来，就当见到我们优酷同事那么多人来支持你的时候，你的表现第一反应。谦虚嘛，对吧？当我们优酷的男同事来欢呼的时候，男同事。你们这儿严重的男女失衡。男同事没有啊？有。哎妈，这大哥，你看，大哥你看着挺 man， 你挺妩媚啊。大哥刚才跟我是这么打招呼的。哈哈，谢谢你啊，大哥。啊。见到我们优酷的女同事的时候怎么办？女同事先来。哦。来，三二一。啊！习惯了。习惯了。习惯这种女群体的尖叫。好的好的，我们接下来进入我们的宠粉环节。这次扫楼弘毅闯关成功，然后我们所有为大家准备的小礼品其实可以成功的发放了。嗯，然后我们大家继续要上优酷追《武林有侠气少年歌行》。好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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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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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来，小心点。哎，我现在极其的需要敖瑞鹏过来。哎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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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这年头当不了脱口秀演员的演员都不是好演员。怎么样，想完了？挺好。虽然说刚才想让敖瑞鹏一块儿，不是提到少年歌行了吗？我一个人忙活不过来，敖瑞鹏来的话，气氛应该能更好一点。最起码我能给大家表演个节目，我就报答敖瑞鹏。Thank you.